成教练为本会三段教练，也是东湖训练所指导教练，目前为贸易公司负责人。申东成教练从小见爷爷教拳，而与武术结缘。高中时受到李小龙旋风影响，开始学拳，历经各门派拜访比较，最后被长虹武术的深度广度所吸引，发现长虹武术的锻炼能达到全身运动，甚至更深层的内脏按摩，由身力至气力的蜕变，再由气力至毅力的淬炼，内外兼修，达到我们所要追求的武术精髓，身气意合一的境界。蛇拳走柔，气沉而平顺，讲求以柔克刚，动作及内劲配合气息吞吐绵密不断，在本体锻炼上是一套非常适合锻炼内气的拳术，所以说蛇形练气。鹤拳每个招式都以应用为主，讲求内外三角的理论。好，我们谢谢申东成教练带来的表演。